大家好，我是三成道长。那个，我昨天下午的话从西安回来了。这个我在西安待了就是2天，其实上是3天啊，算是2夜。我在那时候的话，就是因为我没有准备好，就是我的摄像设备，所以说呢，我没有给大家录太多，我也没给大家讲解太多。当然了，我拿我手机直接就是录了一个。西安大雁塔就是它那个音乐喷泉一个完整的过程，我会给大家就说，来制作一下，让大家来看一下啊，让大家看一下就是亚洲最大的音乐喷泉到底长个什么样子。当然了，就是详细西安的情况呢，我就先不介绍了，因为等回头我把我的设备配齐了以后，我再去西安的时候，我会。给大家就是做一个全程全景的描述。好的，拜拜。回到青云古都吧，历史讲不真。
走向一个人类文明的。
太直接，它镜头就会晃。
好了。